水电学校开课，真侪学生拢需要讲伫校内来食营养午餐。即中道等业者都为着讲避免学生食无够，所以拢会另外准备一寡餐点。为着要减少食物的浪费，桂林红霞出国小大家桂林教会的食物银行来做合作，将无人使用过只午餐来提供给因，伫爱惜食物的同时，嘛是帮助有需要的民众。在高年级的学生的协助之下，一年的学生增伫家己的营养午餐来品尝。为了避免学生食袂饱，也是班上的餐点出现状况，午餐业者拢会准备新的餐点伫学校，但这餐点常常因为无人使用，造成浪费的状况。对此，红霞厝国小也主动甲桂林教会食物银行合作，将这餐点提供来做爱心。原来我们就知道桂林有食物银行，在为这些 做一些公益 的部分。那后来我们刚好有跟教会那里有媒合到说啊，他们也是需要这一份这个熟食的部分。原本我们以为他需要的是生食，那结果那个牧师跟我说，他们生食回去还是得煮成熟的，对，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有一些教友他们的帮忙的媒合，对，那我们就促成了说，哦，那厂商这边我们原来在这里的备份的这些餐点，那其实是可以让食物银行可以再去做妥善的利用。这餐点教会将会结合其他材料再煮料理，准备大约50人份，提供给有需要的家庭甲民众使用。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在做整个食物循环的工作，那除了在这个学校以外哈，也有其他啊，特别是学校的营养午餐的部分啊，我们回去之后会做重新的整理，就是我们有根据那个卫生的条件在做转移的工作，那我们转移到教会之后就会先放在冰箱里面，那大概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的妇女就会来把它加热，先把它装成一盒一盒餐盒，然后送去给有需要的家庭。那我们也同时完成晚上学辅班，我们教会有客服学辅班的学生的晚餐，那让这个食物呢可以就循环到利用到全部，几乎都不浪费掉。好好透过甲食物银行合作，除了避免浪费，也让有需要的人会使得到帮助。罗西政府推动食物银行实施的理念，记者郭博义桂林区采访报道。